好，我们来看一下9月19号到9月25号这一周的生肖运势。运势只有一颗星的生肖属猪、属兔还有属羊的朋友，你的财运呢比较惨淡一点，所以要慎防破财哦。那运势有三颗星的生肖属虎、属马、属狗的朋友，恭喜你人缘佳美，大放异彩。然后运势有四颗星的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，你有贵人提携，事业很顺哦。然后五颗星的运势呢，有我们生肖属猴、老鼠还有龙的朋友，恭喜你财神降临，荷包满满。